嗨，各位有事吗？我又回来了。今天我们是外卖特辑啊，这个是我点了一份凉菜的猪耳朵。哎，猪公正好就是猪凉菜，里面就是一些油炸串串之类的，还有我最爱吃的香肠。我得遭不住啊，这都快1点钟了。哇，好香！好，中途系列，不晓得你晓不晓得这啥子？哇，酱香饼，哎呀，先来一根烤肠，再来一点其他的。再来一点凉菜。把它包起来，倒点米汁调料。来一个，哇！这样子吃真的是太好吃。都是这酥乳和那个小香肠。最后再吃两口饭，剩的跟我女朋友了。